在石刻上面，这种成熟隶书的样式是越来越多，而且表现出很丰富的这种风格，这叫子由蚕食啊。那么这是在汉安帝时候的，原始在安阳，字形偏扁，有一种拙的趣味。这一件在东汉安帝，那么仍然是偏于古隶，因为什么呢？它远离文化发达的中心地区，在新疆地区。所以这个咱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得出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现象的一种理解，不能说结论，什么呢？离文化发展地区啊越近的，那么它字体的发展越来越先进。相对来说，我离这个地方越来越远，你比如说像四川、像新疆，是吧？这些地方离文化发展区略偏远的，离政治文化中心偏远的，那么它的字体的演变相对要落后保守，落后保守一些。这件很出名，叫北海象景君碑，在哪儿呢？济宁，东汉顺帝。那么这件作品为什么有典型性？首先，它应该属于八分书的范畴了，但是这里面砸了一些很有趣味的，它把篆书的形体吸收进来了。所以这个对咱们这个进行一个隶书创作啊是很有帮助的。你看杂糅的很好，分是吧？字形上这个什么字？乙、令，包括这个令。成熟隶书应该是怎么样？到这儿应该是一个小三角过来，它这儿是仍然是做一个什么？一个小方折，很有意思这件作品。但是你看，很典型了吧？是吧？这个笔画也挺典型的吧，很高古的一件作品，就不多说。石门颂，是吧？咱们刚讲完的，你看这个命拉得很长啊。还有一点，因为咱们没有看到那个圆塔，老师什么呢？直接就接下去了。你看到这完结束之后，这行下面就没有了，接上是什么？高祖受命，这是对帝王的啊这么一个推崇。殷碑在山东曲阜，孔谦碑在曲阜，都是这个成熟的汉隶，但是风格不一样，是吧？有的更厚重，有的严谨，有的呢相对粗犷一些，是吧？有的很精细啊。李琦碑、郑固碑在济宁，很厚重的这一类的。张景碑，东汉桓帝。那么这个时期，在东汉的桓帝和灵帝时期啊，是碑刻隶书上面出现这种成熟样式最多的啊。所以我们往往说，这个学汉隶，集中要学习的一段时间，就是桓灵之际的汉碑隶书，在河南的南阳。那么这个张景碑啊，非常受启功先生的推崇。启先认为啊，学历首先从规范入手，那么他对张景碑推荐张景碑的意义也在于此，典型的笔画，典型的取势方式，你看很统一了。封龙山在河北原氏县，东汉桓帝延熙7年。那么这件作品啊，也很有特点，它和咱们看到的这个成熟的这种隶书样式不太一样，它字形偏方偏长，吸收了是篆书的笔意，笔画很圆浑，很圆浑，不过多的去强化它的这个蚕头燕尾波折，是吧？吸收了篆意。孔周碑，山东曲阜，很典雅的一件，这件也是方笔之极规，是吧？咱们说学习汉代隶书的方笔，有张骞碑，有什么呢？鲜于黄碑。鲜于黄出土时间啊比较晚，所以字口这个磨损的不是很厉害。那么现在呢，藏于天津历帛，它这时间段是在东汉这个桓帝的延熙8年，啊，笔形偏方，字形偏扁，很厚重，啊，对于我们理解这个方笔，汉隶啊是很有帮助的。所以人们常常把它和张骞碑啊相互结合起来学习。华山碑，陕西华阴县，
啊，也是很公文的一节。横方碑在岱庙，是灵帝建宁元年的，这件作品和咱们看的《封龙山》很接近，这种风格。那么都是什么呢？不过多的去强化它的这个方面，对不对？如果说按照你看，你华山碑里面有些字的处理，在写物的时候，他要把他这个条头表现出来，在这儿呢，直接以直笔道去表现了，啊，有一种拨去。那么在这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他的碑额，这个碑额啊是属于阳刻，所以咱们看到这个啊字啊是阳刻的一个成分。清代的隶书大家伊秉寿，那么在学习隶书的时候，是以此为范进行取法，啊，形成了一种很宽博的一个气势。所以这个汉代隶书之高啊，不仅仅高明在它的碑文，是吧？碑阳碑阴上面，那么在它的碑额上面也有它的特点。咱们看到的横方是一种，张骞碑也是一种。所以善学者往往是从碑额当中，他都能够汲取到它的营养。张寿碑，灵帝建宁元年的，也叫张仲吾碑，啊，张仲吾碑也是以方为主，以厚重这类物为主，只不过呢更具有一点拙趣。使臣前后碑，使臣碑，啊，有使臣的前碑，有使臣的后碑，啊，书刻的风格很典雅，在山东曲阜的孔庙。碑之碑，灵帝建宁的，在河南偃师，这件很有意思。你看，咱们刚才看到的桓灵之祭的都很典雅，只不过风格上面有的偏阳刚，有的偏阴柔一些，是吧？有的这个笔道略重一些，有的相对来说气很精细一些。这个是什么呢？纯粹是以单刀刻成，对吧？为什么把它放到这儿来看啊？给大家看一看怎么去理解像石门颂这一类的书法，很接近啊！你看看是不是很接近？那么这个笔道，那绝对我想不会说是咱们刻汉那种双刀法刻出来的。下沉碑，下沉碑，原是以名家刻石重刻，啊，这个现在是咱们看到比较可信的一个拓本，是真善斋的一个拓本，啊，这个拓本藏于这个现在是南阳市博物馆。那么下沉碑啊，清代人对他评价很高，曾经有这么一个评价，说下沉碑啊，不可不学，又不可学，很辩证，很绕口的一个话，什么意思呢？下沉碑里面吸收了这个篆意，汉三宋之一《栖霞颂》。现在在甘肃的这个陈县啊，是在灵帝建宁四年，大家可以看，仍然是吸收了篆书的这个笔意，篆书的笔意，啊，很高古。孔彪碑，山东曲阜的。抚歌颂，抚歌颂，抚歌颂啊，现在是在这个原石啊，在陕西岳阳白崖，那么相传呢是求福所书。也是以篆入隶，杨怀表记，啊，杨怀表记，那么也是在这个石门这个地方啊，现藏于汉中市博物馆。鲁俊碑，山东济宁，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汉碑啊，在山东的话，有这么几个两个比较大的一个集中地，一个是什么，在山东的曲阜。孔庙，还有一个就是在济宁市的这个博物馆里面。韩仁明，他的一个碑额很漂亮。西平石经，相传啊，这西平石经啊，蔡邕曾经参与，啊，但这只是一个推测。啊，江苏溧阳的萧关碑，白石神君碑，白石神君碑。啊，这是也是备受亲人推崇的一块汉碑，啊，字形偏长，啊，很高古。曹全碑、张骞碑、
超过小紫杯，现原石呢，这是个残碑，现在在那个故宫博物院，啊，也是很典型的这么一个隶书。通过对秦汉时期墨迹隶书和石刻隶书的回顾，是吧？咱们可以发现一个特点，什么呢？那么在隶书非常盛兴成熟的东汉时期，尤其在桓灵时期，它的风格也不是完全凝定的，不是说就单一的这种风格，它的风格多样。大家在书写的时候，都尽量的去遵守典型的笔画、典型的这种取势方式，对不对？八分样式，但是风格确实不一样，不一而足。那么，咱们看看六朝，六朝时期，三国曹魏时期的这叫上尊号。曹真碑，范氏碑，选了这么三块这个曹魏时期的曹魏时期的这个碑刻。那么相比较而言，范氏碑在也在济宁，和他们相比啊，略微古拙一些啊。像西晋的三陵平庸碑，你看。都成这种样式，美术字一样，这是一个特例，是吧？在哪儿呢？现在在陕西吉安，好大王碑，很高古，很高古，也是沿用了什么以篆意入隶的这么一条路子，是吧？表现出很古拙的一面，这个是在。这个两晋时期啊，很特殊的这么一个。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隶书啊，这个运用的这个范围啊越来越小，人们对隶书的书写样式也没有过深入的了解，所以这时期的隶书呢，更多表现出什么呢？楷隶杂糅，楷隶杂糅。这个字，你看，这像颜真卿的字一样，对吧？比较肥啊，比较厚实。那你说这是隶书呢，还是楷书呢？所以往往是取楷书的体式加两笔隶书的笔画，我是这么评价的。那你看它的体式，这是楷书的，加上这么一笔，这两笔是吧？包括这个隶书的笔画，楷隶杂糅体啊，唐宋写西宋，华岳宋赵文身书，在北周时期的，你看也是如此，楷隶杂糅。因为啊，汉隶的精神已经不为当事人所了解这是这个时期的。那么咱们看看唐宋元明清这么些家隶书，这是欧阳询的《房砚签碑》，字形偏长，仍然也是楷隶杂糅。所以欧阳询是楷书大家，但是在隶书上面，恐怕这个和这个汉代隶书啊气息上面。还是很有一段距离。马周碑，殷仲荣，这个殷仲荣在唐初应该算是写隶书的高手，但是他写出隶书仍然是偏板，他是仍然把它和楷书啊进行一个结合。梁申清的《御史台经社碑》有汉隶的意味在里面，是吧？逐步的把楷意啊也是越来越减少了。唐玄宗李隆基的书法，他现在在陕西西安碑林《石台孝经》，笔画很肥，也很典型，这字写得很好啊。韩泽墓的《祭西岳神告文碑》，天宝年间的，徐浩的《松阳观记》，那么集中就出现在唐玄宗啊，他这个在位的这么些年。那么，在唐之后，这个隶书啊，由于被文人不被文人大量书写，那么出现了很长一段的停滞期。咱们看一看啊，当时的文人的这个隶书，明代王明的沿用的还是唐隶的一个路子，文征明的是吧，很接近，有楷意；文鹏的有楷意。
偏多，气息不够高古。这个当中有一位高手，王铎。王铎的隶书写得很好啊，你看这个字，这一看和咱们看的这个曹全碑很接近，对吧？曹全碑的笔很接近。那么有很多原因，是吧？这个有很多专家著写过文章，这和当时的经史学的发展和文人志趣的这个关系啊，都非常密切。那么咱们我先把这些大家给大家做个介绍。康熙时期有一位叫镇抚镇谷口，那么这是他的隶书，这个隶书以曹全碑为底，然后加入了行草的意味，加入了动态的。大家可以看这里面，是吧？行草的意味逐渐增多，字很飞动。邓石如把隶书和篆书做很好的结合，以这个篆意入隶，字形偏长，是吧？你看，完全是把它当篆书这种味道去写。一并寿，笔画厚重，取法与横方碑的碑额，是吧？不仅仅想表现这个蚕头燕尾，更主要是笔画终结的一种厚重。何绍基临的张骞碑，字形古拙，是吧？具有一种特殊的一种色势，笔画留得住。金庸那幅非常好。杨宪学的李锡碑，从李锡碑画出，这个字显得很美。八位图也是篆刻大家，是吧？那么他把在篆刻当中的这个意味融入到了隶书创作当中去，追求了一种经世味、经世意。于越、于曲原，他们的着力点都不是在这儿，是不是？都不是在蚕头燕尾，而是一种意味。陈洪寿、陈曼生不仅仅是书画大家，还是一位制壶高手。所以现在如果说哪位藏家手里面有一把曼生壶的话，那很了不起了。那么他的这个字，陈曼生那个字，隶书，我想和前面人相比，又有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更讲究一种结构上的意趣，是吧？他把以前咱们传统汉碑当中这些结构都给他进行打破了，该收的地方收，该放的地方放，让他有一种结构上的形式之变。杨守敬把中国的这个书法再一次传播到了日本，对日本近现代书法起到了很重要的一个推波助澜作用。那么他这个字，是吧？这个当中吸收了魏碑的味道，有隶有魏碑，这一味味道更浓。赵之谦的，是吧？赵之谦把魏隶做了很好的一个结合，魏隶行，还有行书的意味。吴昌硕，是吧？他和邓石如相比，邓石如是一种静的味道，而吴昌硕也是以篆入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更多吸收着什么呢？一种老辣的诗曲。我把清代的啊这个隶书大家给大家做了一个基本上的介绍，那么这几个应该是很有代表性的了。所以看完这个之后啊，我想同学们应该有很大的一个感触。最大的感触什么呢？为什么清代的隶书能在这个前人的基础上面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它不仅仅是继承，不像唐人一样还继承了这个汉隶的风格，给它典型化了，更典型化了，而是发展。那么我想发展是有它特殊的价值的，有它特殊的手法的。通过这个作品的这个观赏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清代人在写隶书的时候，他有一种思维，一种观念，更愿意让隶书的味道去丰厚起来，不是让它单一下去。那么咱们想，是吧？镇谷口把曹全碑写活了，融入行草意趣，像吴昌硕、像邓石如以篆书篆意入隶书，
吸收了篆书的这个线条老辣圆浑，是吧？金农强调的运笔过程当中的沉色，陈半生讲的什么呢？讲的是这个构成上的一种变化。那么杨守敬和赵之谦讲究的什么？讲的味力的结合，八味组把篆刻的这个韵味融入进去了。所以要想你的这个隶书有发展，我想德在什么地方，应该让它丰富化，丰富化。所以我很建议有些同学在写这个咱们上技法课的时候，今天应该是写十门颂，但没关系，这时候你写经文我非常赞赏，你通过这个你可以去养它，去补它，是吧？任何这个字体啊都是通的，你都可以相互滋养的，有一个自己主打的很喜欢的一种字体，然后用其他字体去滋养它，抓住主线，让它更加的密切融合。所以好的书法作品永远是味道第一位，让人非常隽永的啊。这个呢是咱们讲的最后一部分内容，咱们这个隶书课啊到今天也是整个结束了。